有修《楞严经》，来世尊菩萨念护愿通中文啊，因有而出界啊，立念护念为有净土啊。这是大世尊菩萨。在《楞严经》的内面所讲的，啊，这种经文无长，总共只有244字，就是大世尊菩萨念佛圆通这段。啊，这段，印光大师，我想现在啊，这个。这个学佛同学，真侪人啊，拢知影，印光大师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啊。观音世界的起心中。未成佛以前，因啊拢是娑婆世界人，也就是讲，个那是同乡啊。因啊生到极乐世界，现在是菩萨当中进入班长啊，同款领导这些菩萨帮助阿弥陀佛啊来教化众生啊。娑婆世界是因的家乡啊，也就特别的照顾啊，所以也随时的来到这个世界，真正亲像头前所讲的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你拿念伊啊，伊就现前了，伊教导咱。念佛的方法是最正确的呀，是最简单的、最稳当的、最可靠的呀。方法是呀，多了了根，净念相继，为利呀。也佛念佛，现前东来，必定见佛。这句是这么肯定，一丝毫怀疑都无啊！心内常常想着佛，嘴内常常念着佛。眼前你就会去看到佛，一切法从心上生。当来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甲讲甲阿弥陀佛做伙啊，甲诸佛如来做伙啊。甲诸大菩萨斗阵啊，来学习啊，这个环境要去倒去找呢？西方叫做世界，啊，亲像是一间啊，佛教大屋啊。一切诸佛。在他们的教化顶下来，加上中下三军的众生，
全部拢补上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释迦佛也无例外，只有上上君临，伊那到华中世界去。所以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庄严，咱来相信，即丝毫怀疑都唔通有啊！